紧身洋装透出孕妈妈的好身材，皇冠搭上白礼服，让孕妈咪宛如待放的花苞。107位准妈咪中，剩下11位来挑战冠军。艺人严丽婷、众星移也来共襄盛举，看谁能到上海来参加孕妇节的女王决赛。我会送她到上海去参加中国的西女王大赛的决选，中国40个城市选派出来的一个妈妈一起来参加这样的比赛。套圈圈赢奖品，大人小孩都来玩一把。35家婴童用品大厂集结华山文创，主办业者更与立新基金会合作，帮助等待收养的孩子。很感谢这些企业界能够支持我们这个方案，因为事实上这个方案政府并没有太多的不支持啊。那我们也帮他们找到没有血缘关系的父母们来收养他们。收养家庭也到现场分享经验，吉祥物、卡通人物、传说亲子人潮间，打造亲子同乐的公益展览市集。三立新闻台吴欣、梅凯婷台北。